想，但是我们很欣慰哈，还很高兴啊，这个表示说我们的努力辛劳啊，得到县民的肯定啊。但是我想我对我们团队表示很感谢，我想县府在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之下哈，那我们同仁都很用心，大家都很努力哈，整团队的这个连结度，我想也都受民众相当高的评价，我想这个我们对整个团队表示感谢。